我是毛的花，我在昆明，我在云南，我在云南昆明的昆明火车站，看到没有？我身后是昆明站，我准备坐车离开昆明，顺便带大家看一下昆明站是什么样一个情况。我们走，这里是昆明站，昆明火车站。我给你们看一下昆明火车站外面是什么情况，看完了我们再进去。这里好像有点拥堵，这边就什么公交车、出租车、私家车什么的都挤在这个广场这边，有一点拥堵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因为我们走路就能进站。好的，我们进站坐车，再不快点走赶不上我的火车了。走，往前走，这里人还是非常多的，这里排队人非常多，都提着大包小包，很多人，我们也排下队吧。这边有很多人在排队啊，非常多的人在排队，在排队进站。进来了，不过这里面好像还有个那个刷身份证的，两道工序非常安全保险，我们再刷下这个进去吧。走，进来了，我们去候车。这里是露天的，空气比较好，空气循环比较好，感觉来这里坐车不容易感染病毒，因为空气比较流通。这种露天设计的高铁候车厅已经很少见了，恰好我们今天在昆明站见了，非常厉害。这边好像也是露天的，视野非常好，亮度也不错。我们进站候车，走，进来了。这里是昆明站，很多人没有来过昆明站，不知道昆明站长什么样子，看我的视频你就知道了。这里就是昆明站。